喂，是我。喂，季先生，怎么，听起来还在忙工作？我在修改一个贷款方案，你呢？你在干嘛？我刚洗完澡。哦，太可惜了，我没有这个艳福。你要是给我打视频就好听起来，饶静似乎不在啊。了。静姐出去了，西海的夜色很美的，而且还有好多小酒吧。那要不要视频一下？你等我一下。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衣冠不整，不成体统。工作忙得怎么样？挺顺利的。下午去了他们车间，贷款方案也准备的挺顺利的，争取早日跟他们杨总见面。听起来进展还算顺利啊。你干什么呢？当然是换睡衣了。哦。那你换吧，我不看。等我一下啊。好了，这样就看不见了。我还有点事儿，你早点睡吧。哎呀，肯定是被林文义给带坏了，真丢人。喂，你好，是涂小宁吗？是我。啊，这是你的闪送，过来取一下吧。我没有叫闪送啊。这上写的就是你啊。西海镇米果酒店。那你放在那儿吧，我现在过来拿，谢谢啊。啊，行。没有涂小宁的第一天，想他。